今天来到多刀海的赶海员啊，来挖蛏子，人还是很多的，咱看看有没有蛏子啊，先刨一下试试，就这么刨，哎，就这样刨啊，只要有起你有劲儿啊，就刨就完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他来了啊，这种椭圆形的眼就是的啊，撒上盐以后，哎，等一会儿小鼻子要出来了啊，哎。哇塞，来了，看到没，这个就是竹节蛏啊，看到没，来了，出来吧，再来点，呵呵，不够咸是不是啊，哦，竹节蛏，这个小金线螺干啥呢，跳舞呢，满地的都是小金线螺，看能看清吧，这个叫文蛤蜊，我们这边叫的文蛤蜊，蒸鸡蛋特别好吃哦。这里又来一个，撒上盐，静等个几秒钟就出来了，看来了，啊，个头都挺大的啊。这里又来了一个啊，撒上盐，来吧，就等它出来就行。这个特别好玩是吧？既好抓，而且这个还特别好吃呢。来吧，害羞了，害羞了，你咋还害羞了呢？来吧，看看，哇，真好啊！又来了，看，这就是竹节蛏的眼儿。出来了，不需要撒太多的盐。又来了，小眼儿，很标准的蛏子眼儿。来了，来了，竹节蛏。这里又来了一个，撒上盐。这里又来一个，来吧，哎，小鼻子出来了啊，小鼻子出来了，露着鼻子叹着气儿，来吧，啊，这里又来了一个，看，撒上盐以后，哎，这个出来快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出的还比较快。这个挺大的，这里一起出现了两个啊，看看哪个先出啊，两个大洞，这两个应该都个头还挺大的，嘿，小的先出来了，哇塞，看这个，这个还不出了呢，再来点盐，哇，两个都出来了，看到没，呵呵，哦，这个来了，这个还在犹豫什么呢，别犹豫了，出来吧，出来，不出挖到他老家去，挖到他老家去啊！看我能挖多深啊！哎呦，妈跑了！哎呦，太深了啊！完了，找不着了，这个白费。这个东西叫做皮老板啊，也叫海豆芽，也是可以吃的啊。喜欢大海的，给我留个关注哦。谢谢大家。